为什么他背上有这么多伤痕？或许他背负的东西，也不止我看到的这些。众将听令，全军整备，随我迎战妖君。是。现在开始，我的饮食起居，你都要寸步不离。帝城千年基业，就毁在了这人手中。是去军律所吗？为什么来这个地方？鉴于你对判决心存异议，又十分狡猾。外院第一美女江南呢？